欢迎收睇 FTV， 我系 Rayma。今日第一集黑马科技同大家揾嚟两部黑科技，有 ASUS ZenFone Zoom 同我手上拍紧片嘅 Sapphire Premium， 稳定程度绝对系黑科技，两部都系黑科技。事不宜迟，去片。今日集最主要的目的就系同大家睇下三倍光学变焦，同我而家不断揾紧系三倍嘅 Clear Image Zoom Sapphire Premium 画质到底差几远呢？用尽可能靓嘅风景，尽可能靓嘅镜头，同埋尽可能靓嘅夜景，同大家比拼。事不宜迟，去片。真系超级冻啊，同埋好黑啊！啊，不过呢个风景真系好靓嘅，同埋大家可以睇到有 Clear Image Zoom 嘅 Sapphire Premium。其实佢比起普通一般嘅数码变焦系好少少，但系对比起 Optical Zoom 嘅时间咧，其实尤其夜拍咧分别系会比较明显嘅。同埋如果你系拍紧片嘅时间，如果你再 zoom 嘅话咧，微粒即系杂讯会比较多嘅。但系用 Clear 用呢一个 Optical Zoom 嘅时间，佢就真係好似普通一般鏡頭就咁影出嚟咁，就唔會話因為 zoom 咗會影響咗畫質咁多。哇，真的好冻啊！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，同埋记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有更多唔同类型资讯。要翻屋企啦，真的超级冻。